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学习正手往前勾对角。往前勾对角技术是羽毛球往前技术中要求手法比较细腻的技术之一。往前勾对角有三个关键的动作要领，分别是预备、击球与复位。第一步，预备，正手握拍，以预备姿势站立，在对手击球后迅速向来球方向垫步向前，面朝来球方向，右腿弓步上前，左脚脚尖点地，左手向后伸展，保持身体平衡。第二步，击球。当球下落至低于网的高度时，掌握好时机，迅速出拍击球。击球时利用手腕向外动的力量，同时将拍头向对角线方向倾斜，使球沿着对角线方向飞行。第三步，复位。完成击球后，迅速回到预备姿势，做好回球准备。反复练习正手往前勾对角，让球能够准确地落在对角位置的对方网前。